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亚洲之星。我说我马老师的节目呢，不是那种分析解盘节目，我马老师的节目是一个带你操盘的节目。还记不记得礼拜二我节目这边的侧标我怎么写？我说做好布局要赚大的，做好布局要赚大的。老师，礼拜二跌下来，礼拜二盘中跌了快100点，怎么赚大的？来，你看看礼拜二的盘势，22号开个平低盘，然后呢，大盘跌到8713，跌了快100点，杀下来，我在收割，杀下来，我在做短空单的获利回补，然后尾盘又拉起来，感谢外资啊！礼拜二下半场最后的一个小时，外资又拉起来的时候，要感谢外资来送钱啊。我节目上是不是跟你讲？我讲好几次了，尤其是这几天，我一直告诉你，做股票不要去追高杀低。外资来送钱，那你要赚钱，赚这个外资的钱啊，不要替外资抬轿出货啊。这个你都知道，那资讯的价值在什么地方？资讯的价值要能够在带着你从黑板上赚到真正的获利。怎么赚？来，我们先讲一个资讯的价值观点。比方说，上礼拜礼拜四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叶城我127128卖掉，3月8号买115，盘下买黑的，127128卖掉。为什么杀到跌停板？礼拜二叶城为什么杀到跌停板108块？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所说的？我说我给你看我扣讯的内容动作，我希望你了解我的操作节奏，这个盘势的短线脉动，不是说拿这种操作好像做得很好，拿这个数字来吸引你入会。我上礼拜我讲得很明白，3月8号大盘那时候跌63点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们在盘下买叶城 FGIS， 盘下买叶城。上礼拜四，哇，大盘冲到8790的时候，9点02分市价获利卖出。真的假的？那时候127128卖出12块落袋。短短4个交易日啊，上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一、礼拜二，4个交易日，到今天你看到叶城，老师，真的耶，最低杀到跌停板108，20块，4天20块，你有没有赚起来再继续赚？这种好股票我不怕它跌啊，我们卖掉了。回来是不是又是一个机会？我讲的这些高获利股、精品股，来回赚，4天20块，你有没有卖在127128的叶城？甚至我昨天还特别告诉你，你想知道泰伟礼拜一拉回来很重挫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买？我在礼拜一9点38分很重要的一个call讯，我会员都有收到。来，今天让你看，3月21号9点38分，泰伟大震荡回洗，拉回测量还有一小段跌停板，先不要碰，还不要碰，不要去抢。老师，泰伟真的耶，礼拜二一开盘杀到哪里？杀到这里耶，50块7耶，一个call讯，礼拜一叫你不要去摸跌停板54块9，礼拜二一开盘50块7，一通call讯4块2，有没有价值？老师的价值
不是每天给你报涨停板，好像那种播报台给你报涨停板、报涨停板，用嘴巴操盘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。我要做的是什么？真正能够帮助你驾驭这种获利，像 BMW318 一样，获利飙速，让你马上发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好像我在节目上，我开这个亚洲之星的节目，我一直告诉大家，要赚钱，我自己在黑板上赚就够了。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，其实我带着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组成像一个团队一样，市场上赚大的。这些赚大的，就好像我一直跟你说明，我公开我的操作扣讯，我不是要强调什么绩效来吸引你入会哦，有做才说，不是给你画个两个圈圈，买最低卖最高。我告诉你这个扣讯的目的，希望你学到时空计量学的方法，抓大波段，抓短线。我带进一定带出，不是每天追涨。我的这些扣讯不重复，你要查证前面的，可以到我们亚洲投顾的官网去做查证。甚至我也告诉你，看节目不要抬轿，要学到方法同步操作，学到方法同步操作啊！重点是什么？节奏、脉动、方向、趋势，你掌握到了吗？叶城6456的叶城，为什么我们127128卖掉？17号礼拜四卖掉，盘中杀到跌停板，收盘109.5，4天20块，它不是大力光哎，4天差了20块。这些短线操作，我上礼拜跟你说明过，这些精品股，我不是跟你强调这些已经落袋的获利数字，对你来讲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，你有汉维科，有建林，有叶城，是不是？有利勤，有大力光，有利旺，如虹、昂宝、普瑞、至今、景德，怎么样赚？你不能相信的，说老师，这个位置点指数这边震荡，个股在震荡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能够做到？这些的扣讯内容，我上礼拜讲过了，我不重复。你想要去查证的，到我们公司官网，我一个个都有秀过。今天可能吗？老师，今天大盘杀下来跌一百点呢，杀下来我收割，又拉起来，碎。感谢外资，外资来送钱收啊。跌下来是不是收割一趟，拉起来再赚？那老师，你今天这些个股怎么样赚起来再继续赚？这些获利数字跟你没有关系，但是很多投资朋友，你有汉维科，有联发科，有葡萄王，有细创，这些股票都是很多热门的个股，很多人都在推荐，为什么我能够赚？这就是我跟你强调要学习时空计量学的方法，它的短线脉动，它的节奏。那我今天我怎么做？我今天我马老师为什么能够跌下来，大盘跌百点，我在做收割。我把这几天从上礼拜五到今天我的动作，我的节奏，来，你好好学一下，不是强调这些获利的数字，你学一下我的方法，不要看到涨去追，看到跌，今天跌下来的时候我在空单回补，前两天礼拜五礼拜一涨上去我在布空单，就这么简单。说起来，把很多的理论，很多的操作关键融合成时空计量学，最简单的就是操作买卖两个字，不是吗？我们赶快看一下，来，6415细粒放空，大盘涨58点的时候哦，今天12:14，市价回补，哦，定价425回补，那个时候有穿价穿到哪里？424.5，425回补，有没有价差？
再来，日友短线8341，平盘上附近放空144.5。今天12:06，市场在杀盘的时候，市价回补，有没有获利？再来，8016细创，短线要回来了，有赚钱机会就做，放空。12:17，市场杀下来，好可怕哦！市价回补，老师真的耶，大盘跌90点，市价回补哎，大盘跌90点，市价回补哎。不是只有这样子哦，你再看看大疆有没有8436的大疆市价放空，129.5附近市价放空，11:51杀到哪里？125附近市价回补，大疆有没有125附近市价回补？再来，葡萄王哎，1707葡萄王。会回就算嘛，不要想太多，会回来我们就是做做。哎，葡萄王急跌11:20，市价回补，11:20是不是市价回补？只有这样子吗？还有更精彩的。你说老师，这些个股真的你都看到了，你做到没有？昨天汉维科平盘附近，平盘附近放空汉维科，今天12:14空单市价回补，12:14空单市价回补，杀到哪里？965回补，还包含了昨天市场在看一些个股，哇，都不敢做。短线放空联雅，3081的联雅，568块放空，今天怎么样？杀下来回补，10:55市价回补。什么价格？534，有没有获利？更精彩的还包含哪里？今天早盘一开低哦，照样去做，做哪一档？2454的联发科，怎么做？来，早上一开低，联发科市价放空，什么价格？253.5附近放空。12:10，大盘急杀，当中回补。12:10，大盘急杀，当中回补。是不是在这里空？这里空，12:10，急杀，245附近回补。漂不漂亮？这个节奏就好像你看到说，老师，哎，真的耶，12:10，联发科回补，那时候是245哦，今天最低。杀下来到什么时候？就是12:10左右，243.5，收盘248，收盘248，外资又来送钱了，可不可以继续赚？当然要赚啊！这种盘式的结构，我告诉你，星期三23号更精彩。这些空单做赚到了，赚起来了。我们会员是不是一笔资金又一直在不断的滚动，不断的滚动？我在教你的是一个什么钱滚钱的方法，用钱去赚钱，不是跟你讲报一大堆涨停板的股票，你没有，没意义嘛？怎么样帮助你用最小的资金轻松入门，花小钱投资赚大钱，学习到好的方法，就像驾驭获利的 BMW 318。马上让你发，
怎么样跟上这个脚步，跟上这个机会？广告中的那个咨询好好利用。我们进段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是天惊咱冬天寒，所以秋天也到，就替咱穿日头。阮看花拍见什么病，对早甲暗无一丝影。气过若做成，大家温暖，嘴内好滋味。即阵的辛苦都拢袂去。啊，若阮的气力拢靠无用了后，一杯也不哩淡。明仔载气力。无一搭比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？未来时间的规划，未来空间的测量。比较出精准主流，只有马老师敢说，大涨必有先机，大跌必有原因。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，享受获利人生。入会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倒着喷也 OK 哦，五喷六芭比哦，牛肝奶草本驱蚊系列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？未来时间的规划，未来空间的测量，比较出精准主流，只有马老师敢说，大涨必有先机，大跌必有原因。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，享受获利人生。入会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夏恩英语百分之百外师授课，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，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，全国分校招生中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？未来时间的规划，未来空间的测量，比较出精准主流，只有马老师敢说，大涨必有先机，大跌必有原因。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，享受获利人生。入会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一部老电影唤起 disco 年代经典美声，台湾最后一场撼动回忆复古派对，跨越世代天后西洋音乐界常胜军，全球超过6000万张唱片销售，创下26首单曲英美排行榜前10名纪录。Olivia Newton-John 2016台北演唱会 Summer Night， 5月7号晚上7点半，南港展览馆 ，iBoom 售票系统全面热卖中。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亚洲之星。23号盘市会更多的机会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怎么样去面临接下来要获利的机会？你看我节目的侧标，我怎么告诉大家？当外资这种短线炒汇炒整个负利率资金的热钱来炒台股的时候，你不赚外资的钱，你要赚谁的钱？跟主力对坐吗？不要吧。怎么样赚外资的钱？赚起来再继续赚。就像礼拜二，哇，大盘跌100点，好可怕，杀下来的时候好可怕，是不是？杀下来我再收割，收割完外资又拉起来，碎呀，很赞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一直告诉大家，台湾很多好股票，这些高获利的精品股，高获利的精品股，我要透过我的时空计量学，要帮助大家，我带着你来回转。我要教你的是这个短线如何钱滚钱的来回转，真的是钱滚钱呢。上礼拜到礼拜二才不过几天的时间，你说马老师怎么可能？你也真的看我节目说这种操作的节奏，我不要给你画大饼，画了好多好多的梦，然后呢做不到，画了很多涨停板，你没有买，没有赚到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。我要帮助大家的是，我把我的时空计量学透过我的操盘节奏，透过我的扣讯，怎么样的盘势脉动节奏跟你一起分享，让你也学到这个盘势如何掌握到它的节奏，这才是真正
你在股市学操盘的关键，不是吗？就像我讲这些公开的操作扣讯，我说第一个，我就强调我不会用绩效来吸引你入会，我有做才说，你都可以看到时间价位，有没有？时空计量学，我要告诉大家的，抓住大波段还有短线的方法，能不能学会？我在未来我会开课，甚至办讲座，你要一定要来听，一定要来听。带进，我一定带进，一定带出，不是每天追涨，手上几百档股票，绝对不是。我的扣讯说明我不重复，前面讲过的，你想去查证，到我们亚洲投顾的官网都可以去做查证。甚至我说你看节目不要替老师来抬轿，你要是学到方法，跟着老师同步操作，不要变成好像就像你看外资的资讯的时候呢，替外资抬轿出货一样。我一直在告诉你说，指数拉上来，外资来送钱的时候，你要赚起来啊，赚起来再继续赚。就像礼拜二的盘势杀下来，赚起来，尾盘拉起来，哇，再继续赚，不是很好吗？上礼拜五你都觉得已经不可能的任务了，上礼拜五我告诉你说，我怎么帮助我的投资朋友把这些高获利的精品股短冲获利大满贯，汉维科、建林、叶城、力勤、大力光、力旺、如虹、 F 昂宝、 F 普瑞、至今、景德，我不跟你强调这些获利数字，我讲的这些都是一张来算哦，都是一张来算哦。如果我跟别人一样强调这些绩效的话，哇，各做一张216.5元哎，216,500哎，我不跟你强调这些，我要跟你强调的是赚起来，再继续赚，这才是短线快速拼获利啊。市场上哪个老师公开扣讯，公开他的盘势节奏跟操作？你比比看，这些内容我上礼拜、礼拜五、礼拜四我的做的动作我都跟你讲过，前面的扣讯你都可以到我们公司官网去做查证，我有没有交代？我有没有交代去做调节？该卖的卖，有没有？该卖的卖。礼拜二叶城打到108元，108元，4天20元。该短空的就空，短空回补，短空回补，短空回补，有没有？短空回补，短空回补。甚至上礼拜五我还跟你讲，礼拜四的时候有没有短空回补？很难吗？这些数字你都看到了，这些数字你说马老师怎么可能？上个礼拜好多人都没有看过这些数字，真的没有经历过。那么我昨天测标告诉你什么？做好布局，我要赚大的。马上礼拜二才100点而已，100点而已，我不会跟别人一样说什么各做一张，强调我一张就好，各做一张已经113,000了。我要跟你讲，短冲快速拼获利的话，赚起来再继续赚。外资来送钱你不把握，要发呆吗？不要吧。要让机会流失吗？不要吧。礼拜二的盘势不是杀下来我们回补，回补完之后又拉起来，赞啊，真的漂亮啊。礼拜二3月22号短空回补，刚才扣讯都给你看过了吧，短空回补，短空回补，短空回补。连葡萄王葡萄王都可以赚到6元左右6元6.5元哎，汉维科30块到40块跑不掉吧，联雅30几块哎，连今天的联发科短空可不可以赚起来？很难吗？我把我的动作扣讯时间价位一一让你去做检验，
要抓住这个盘势节奏。你说马老师，上礼拜你就看到哇，不可能的任务了，不可能的任务了。今天礼拜二，我是不是在创造股市的奇迹？短冲能赚就赚，不要客气，行情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我不是给你画涨停板，抱一大堆未来的梦，你有没有赚到？你有没有真的这一波上来赚到钱放口袋？没有赚到钱，讲一大堆分析都没有用的，这是真实的数字。我也欢迎投资朋友，你想做进一步查证，到我们公司官网，我的节目都有放在上面。这些动作包含今天3月22号，我怎么去把这些先收割，还没有结束哦，还没有结束哦。礼拜二我还有做一些空单，涨起来再赚。如何掌握获利 BMW318 这种获利轻松的快感，花小钱投资帮你赚大钱，马上让你发，马上让你发。想知道进一步318的资讯，跟我线上助理咨询，好好把握，也祝你操盘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同学，不行了吗？来，补水又提神哦。补水又提神，一罐就够。水蛮牛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？未来时间的规划，未来空间的测量，比较出精准主流，只有马老师敢说。大涨必有先机，大跌必有原因。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，享受获利人生。入会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哟不，唔通乌白打哦。正光金丝膏不含黛可菲尼，不伤肝。正光加味金丝膏更有效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？未来时间的规划，未来空间的测量，比较出精准主流，只有马老师敢说。大涨必有先机，大跌必有原因。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，享受获利人生。入会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眼睛，经验，经验，眼睛，眼睛，经验，经验，眼睛，经验，眼睛，最可以啦！矿泉水啤酒，燕京啤酒。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？未来时间的规划，未来空间的测量，比较出精准主流，只有马老师敢说。大涨必有先机，大跌必有原因。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，享受获利人生。入会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。